今早新上了鱼，这个是那虫虫吗？胖乎乎的，这肉多，虫子，这新砍湖的小白鱼，真新鲜呐，都闻着鲜味儿了。这改牙子，哎，改牙子买几斤炖着吃行，鲜的。黄改牙子，黄改牙子挑出来卖的，这都是新砍湖里面的鱼。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今天我们农村赶集，我们这是边境地区，人口不算太多，但是赶集的话，这个下面的人哈都会聚在这里，很热闹的。一会儿我带你们看看我们农村集上都有什么啊。这百花蜜啊，对，百花蜜。哎呦，现在那个黄玻璃蜜越来越少了哈。嗯呐，嗯，那这时候就这个蜜啊，这百花蜜，春天的那样蜜，嗯，招小蜜蜂啊，甜的，都是新蜜。哦，那猪肉的，在自家园子里的辣椒摘下来了。辣椒在哪儿啊？我看看。这香菜长多好！这香菜正好。你嫂子叫你去呢。炖鸡儿了，这是。这是一顿马炖鸡儿的，要不要？三块钱一捆啊，挺好的香菜，挺大捆。你看我这儿卖东西又好又便宜，都是农村自家园子里的，这园子里的茄子吃不完就拿出来卖了。辣椒多，能飘飘。回去穿串儿给它晾起来，冬天时候吃那个辣椒皮子哈，炒菜时候用。这是沟子里头的老头鱼啊。对对。沟子里头。嘿嘿，一看这个野生的。哎呀，泥鳅。我们这是鱼米之乡啊，随便一个小河沟里都是鱼。小老头鱼，外面放点面粉，炸着吃好吃。你看这还有卖老头鱼干的。干儿，这个干的，这个新晾出来的，看着的新鲜。还有这小鱼儿，还有豌豆啥的。就你两个呗。行，好使。这是水库里的鱼，我们这还有水库。水库，大鱼。六块，水库的啊。水库的大鱼，水库大鱼好吃。刚打的这鱼。莲子便宜呗，莲子六块。你说买个莲子吃？刚打来的，刚上来的，水库吃的水库的，小火的啊。哎呦，小火的，哎呦我操！整个大的，六块，整个大的哈。要上这张全红这大的得活呀。都活的，你放心，你看这眼睛。新鲜的，看，就它了。这个大汤飘的。37.8，37呗。对，嗯，必须抹了哈，一姐把七块钱都抹了。等会儿啊，等稍等一下，我扫你微信啊。我这个一共六斤三两这条大鱼，然后花了37块钱，一会儿给它回去做了吃了。这个鱼吧，越大越好吃，越大越肥美。刚从水库里捞出来的，其实想买胖子，想胖子太大了，吃不完。这赶集刚走到集市的头上，就买一条大鱼，没办法，大鱼大，没办法逛的呀，这不得拿家去吗？六斤多的鱼，这鱼挺好的，挺新鲜的，这是水库里的刚捞出来的。我们这儿水质比较好哈，就从水库里捞出来的鱼也没有土腥味了。看看这大鱼。看这大鱼大吧，这个就不能在这逛了，把它送家去吧。大清早的赶集得趁早能买到好东西，能挑到好东西，拎一个大鱼回去了。哎呀，肥香。
一会儿想想怎么把它做的，是酸菜鱼呢，水煮鱼啊，还是清炖了？哈哈，拎不动了，好做得来啊！买了一条大鱼，6斤多，多少钱？6块钱一斤，水库的，刚捞出来，挺活。我拿个大盆给它养起来。爸还是买的对。哎，别让我爸买，我得告我爸说别买了。你这咋的？绣花呢？我得给它缝上。你上外地，你我得放盆子里头养。这新盆都不一定能放得下，长，添水呀，缺氧，多添水。这洗衣盆可能好多农村家都有吧，就是最大号洗衣盆，这个装不下，多甜。那装水的脏吗？让我俩着急呢。你看那眼睛都亮，天摸过头。我在跑了。天多水跑。要是外面下大雨，放沟子里了，全跑。野生鱼。那个鱼哈，就放家里面先养着，我得去赶集去。回来再磕。我刚一出门就碰到大鱼了，我就不能拎了，中午再吃。我得告诉我爸一下，别去买。